我先试音，是让你试。试音的时候一样可以来点欢呼声，好吗 ？Come on！大家可以看他准备的 pose 哦，就非常的专业哦。而且严爵这阵子刚办完演唱，其实到很多地方一路呢做发展，一路做分享，他可以说是真的目前现今非常受到肯定瞩目的一位新生代歌手。对，没错，而且他的歌曲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偶像剧哦，我们这个的主题曲哦，没有错。对，是，我想明年2011年的第2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，哇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有机会喽。是啊，好，听一下了，接下来就要正式邀请您为我们带来第一首好歌，同时也利用这样机会先跟我们现场朋友问候，顺便 sound check 一下你的麦。好，喂喂，嗨，大家好，那个我在线上吗？下面听得还清楚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哦，有 feedback 回来了。好，那就直接来，爱就是咖喱。是，来，掌声。